现在这个升盘动作，盘子锁紧，这是进。我来这个按钮啊，看一下，按这个按钮，盘子就可以伸缩了，锁紧或者是松开，就是松开。我这个接反的嘛，到时候他改一下就行了。嗯，这是排线。我现在看一下排线动作。那这个挑排线的。他会走吧？对，这个在走嘛。你近一点，拉近一点。哦，这是在哪里啊？这个。这现在这个，在这里。这个对，走。看到啊？这都怎么慢呢？这就慢，这挑排线的。哦，挑排线的是吧？再看这个。你是按按钮啊？对对对。然后你再朝后面再来，往下启动。现在开始启动啊，开始转了，排线已经开始工作了，动作都是正常的啊。我来拍一下后面给你看一下啊。后面改的呀？后面呢，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临时贴了个变频器，这样子的。